大家好，欢迎来到洛杉矶华人资讯网号视频的工商法律月报的现场。那么工商法律月报呢，是洛杉矶华人资讯网与华明胜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为广大海外华人特别制作的一档法治节目。我们每个月都会邀请华明胜律师事务所工商部门的负责人来为大家解读和分析关于工商赔偿和涉案等领域的话题。今天在我线上的依然是华明胜律师事务所工商部门的负责人 Maurice Lee， 请他为大家讲讲哈，这个我们在平时的上班时间如果出现任何的意外，是否也可以获得工商的赔偿。首先来欢迎华明胜律师事务所工商部门的负责人 Maurice Lee。 Maurice 好。好，大家好，谢谢你们的邀请。是，谢谢 Maurice 再来给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工商这个部分哈。因为我知道其实虽然Maurice 给我们做了很多的节目，但是对于工商本身的有一些细则上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对于一些个人案例上的一些情况呢，其实大家还是会有一些疑惑。所以呢，今天我们是从上班时间发生意外的这个点呢，来告诉大家到底在工商赔偿方面会有哪一些的规定和这个法律的这个条款。那么首先还是来问一下啊 ，Maurice 啊，就是说其实我们知道上班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是非常广的，所以在这个工商这个赔偿方面的法律，它是有什么具体的规定吗？对，那这个呢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啊，大家要很小心啊，注意啊。其实呢，有一个比较一般的一个法律规定。假如呢你是去上班的途中啊，我们举个例子吧，比较容易理解。比如说呢，你是上班时间是八点半到五点半 ,OK? 那通常我们可能在洛杉矶大家都要开车啦，就算洛杉矶好加州好都是要开车的啦，几乎。对。我们可能7点45分开始开车啦 ,OK? 开车八点半到公司八点25分到公司啦。然后呢在开车的路上很不幸的发生了交通意外。那一般的说法呢是说，如果你在开车去上班的途中发生交通意外，或者是发生任何的事情都不是属于工作受伤的这个是一般的定律、一般的定律。如果你上班途中7点45分开车，8点25分到公司，在途中发生交通意外，或者是发生任何意外比如说你走路上班的不见得上班不见得是开车，你走路上班，然后呢你走路的时候呢在路上呢被车撞到，或者是被任何人弄上你或者是你自己跌倒，这个呢在法律上的工伤法律上都不属于工伤。那同样的，如果你下班也是，比如说你五点半下班了，你5点35分离开公司，然后呢开车也好走路也好怎么样都好，在你回到家的路上路程的期间发生任何的意外，发生任何的受伤，也不属于工伤的，这个是一般的说法 ,OK? 所以呢大家要注意，如果你是在上班的途中或是下班的途中发生任何的意外，通常呢都是不属于工作的受伤，大家请你注意啦不要因为说哦没关系啊，我就去上班下班也好。我发生任何的事情呢都是工伤法律工伤保险会负责任负承担那个法律责任的，是不是呢？不是的那个是一般的一个了解。所以如果你不小心有什么事情的话呢你要告诉我们做一个免费的咨询。但是呢我想一直想告诉朋友啦，听众朋友或者是观众啦，如果你有什么的工作之前之后的你还没到公司之前发生任何的意外呢，一般来说是不受保障的，大家要注意。但是呢等一下我们会说了，有很多的exception 有很多的额外的例子。有些朋友就说了，那如果我到了停车场我到了停车场跌倒，那算不算呢很多会发生这种事情的比如说我去停车场停好车了，然后我下车的时候呢，从我下车走路到我公司门口，哇！我突然间不小心又跌倒了，那个属不属于工伤呢？这个呢，就很有可能是属于了，很有可能属于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到了公司，你到了公司，通常你的公司的停车的部分呢，停车场呢，是属于跟你公司有关系的。而且如果你不是去到了那个停车场烧伤，那你不是为了工作，你不会到那个停车场的，对不对？所以呢，那个不一样了。
假如你到了那个停车场发生意外的话呢，这很有可能是属于公账的，但是呢也不是绝对。那假如你真的是发生这种事的话呢，请你跟我们咨询，我们是完全免费的，所以我为你做一个分析的。 OK，哎，了解了。所以就说按照这个 Marissa 的说法，就是说上班时间之外的两头，比如说上班的路上或者下班的路上啊，这个是基本上是不覆盖在工伤的赔偿的范围当中，但是呢它会有一些特殊的情况。那么这个之前Marissa 我记得你也跟我们分享过，这个特殊的情况就是在上班时间之前，如果老板安排你去做了一些事情，就说虽然没有在到上班时间，但是比如说你绕道去买了一个东西，或者是去帮公司做了一件事情，这个就应该是在工伤的赔偿范围当中，对不对？对了，这个也是我们跟以下我们想再解释一下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那反正你都说了，我们就解释一下。那很多时候呢，有一些工作呢，大家要注意一下的，就是尤其是那种做建筑的，或者是做一些去 remodeling 你的房子的那种工种呢，很有可能会遇到这个状况的。为什么呢？比如说我是住在 Acadia，OK，我是住在 Acadia，但是呢，我的工地呢在东部在罗兰港，OK，我的公司呢也是在罗兰港但是呢，我那个工地在罗兰港，我所有的材料等等的工具等等的，我觉得呢，老板觉得呢，或者是呢，我觉得呢，我先买好，然后到去那边工作呢是最方便的。不如的话呢，我不觉得应该要是先去那个工地，然后呢要跑去另外一个地方要去买那个材料，要跑回去，那个是非常浪费时间的啊。所以呢，很多时候，假如你的老板或是你的你要你去工作的那位先生也好，承包商也好，他说了，哎，陈先生，你先不要回来那个，不要来那个工地，你先去买材料。OK， 我们9点钟工作，你现在是8点，你先去买材料，你去沃尔玛、去 Home Depot、去那些连锁店去买好材料，你才过来。那这样子呢，又省时间啦，你也不需要跑两趟。那是非常有效的做法，请你先做这个事情，然后呢再来工地啊。这个呢，我们叫做 special commission rule 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如果我们那个员工知道你是因为因为是需要买一些材料、买一些东西才去那个工地，而且比较是有一个效率的，而且那个呢买做这个工作、做这个事情呢，是对你的那个工作是有利的，对你的老板有利的啊，也是我们叫做 acting on the benefit， 就是你是为了他好的，对不对？因为如果你是先去工地，可能一个小时，哦，还要去跑别的地方去找东西，也要花另外一个小时，完全浪费时间的，那何必这样子呢？那不如呢，你都干脆就是先去买材料、买工具，然后再去。那个时候呢，我们的 acting on the benefit of the employer， 就是为了那个雇主的好处的话呢。假如他就在那个期间啊，我去 Home Depot 买东西发生车祸，或者我去 Home Depot 拿东西，你要从 Home Depot 出来的时候呢跌倒啊，这种呢在工伤的保险来说呢，他们可能就要负责任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为了那个雇主，为了那个工作来去走这一步，然后因为走这一步呢造成受伤，所以呢工伤的法律呢，就会提供那个理赔给那个受伤者，给那个员工了。那所以大家要注意，假如你要有一个特别的任务要去做的啊，甚至有的时候呢是说，老板说，哎，你先帮我去买个 coffee， OK， 买个 coffee， 然后才来，也有可能会成立的。我不能说绝对会成立，但是有可能会成立，因为你也是 acting on the benefit。那但是如果你不是的，说，哎呀，我知道要去那个工地，但是呢我想去买个 coffee， 因为很想喝 coffee 才去工作。因为你去买 coffee 途中受伤了，哦，那都不见得属于了。所以大家要比较一下，你做这个事情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这个工作，为了那个雇主，还是为了你自己，还是为了什么其他原因，都有可能会接受还是不被接受。哎，是的，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是有这个
具体的这个情况要来问一下，亲自来问一下 Maurice， 来请他来帮大家判断哈，到底能不能够在工伤赔偿的赔付当中。那么刚才 Maurice 我们说到的都是这个在上班时间以外的一些具体的或者是特殊的情况。那么我们知道哈，就是说这个在上班的时间，在工作的地点，如果发生了意外的话，是不是工伤都会一定都会赔付？是不是这样？还是说也有一些特例？那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那我们工伤的理赔呢，不一定是取决于你在哪里工作的。那这个是很重要的概念。OK， 那就地点不重要。通常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观众呢，都会有一个固定的工作的地方啊。我就在罗兰港某个办公室工作。那我在那个办公室工作受伤，那当然是符合工伤理赔的那个范围了啊。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也会有另外一种状况哦，我公司要我去哪里去开会，去 LA 的那个 Staples Center 啊去开会，或者是去我的客人的那个办公室去开会，或者是因为我是会计师我要去做审核他的那个账目，我要去那个公司的总部，在不是在我公司的，那我在那边受伤，那属不属于呢？那当然也是属于的啊，因为你也是为公司工作嘛，那个非常合理的，你是公司委派你去做的，完全是符合那个标准。所以呢，一般的评估呢，大家不要担心，不要说哦，我不是在公司工作，我受伤了都一定不属于啊，那个不对。或者是呢，我们再找一个比较更难去判断的，比如说我现在是在罗兰港上班，但是公司让我去 Santa Monica 开会，因为我在去 Santa Monica 开会的途中发生车祸，那这属不属于工伤呢？应该也是属于了啊，因为你是为公司工作的，如果你不是为了这个开会去那个 Santa Monica 呢，你不会发生那个车祸的，所以也是属于了。属于那个工作受伤，但是如果你去 Santa Monica 途中，你先回家 ，OK， 你先回家，然后在先回家了一趟，回家的对的路上才发生车祸，那属不属于呢？这个呢都非常 arguable 了，这个很难说了。对法官会考虑了，你为什么要回家呢？你不是直接去开会吗？对不对？你为什么回家呢？对，当然了，你有可能有很多的说法哦，因为我漏了一个文件我要去拿那个文件拿到那个文件呢才能去 Santa Monica 开会。诶，那有可能呢法官就觉得哦，那你是属于工伤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要拿到那个文件才能去Santa Monica 开会。这个呢都是为雇主，是为了 Acting on the Benefit of 雇主的。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个文件呢，你不可能去开会的对你能够开会呢可能也是很多的造成很多的麻烦的或者是问题的。所以你去开那个去那个公司去做那个回到你的家去拿那个文件呢，也是属于工伤。所以如果你去回家的路上发生车祸，也是属于工伤的所以呢，很多的状况，很多的条件呢，可能都要去探讨。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我们还是找我们专门的律师团队，我们会帮你做一个免费的分析。如果我们可以帮你的话呢，一定会尽力会帮你争取你最大的利益跟理赔的。没错，所以这个就是还是个案的问题。你看这个刚才 Maurice 已经说到了好几种情况哈，有一些是这个特殊的原因，然后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属于，有一些不属于，这个要完全看个人的情况哈。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打电话给 Maurice 那边呢，这个来了解一下。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在 Maurice 说话的时候他的左下角有一个二维码啊，这个是华明兄律师事务所他们的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扫描这二维码来进行这个咨询，或者是拨打他们的电话 626-282-6868， 直接找到工伤的部门哈，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咨询。那么来问一下 Maurice， 我们知道就是说在这个伤害赔偿的这一方面哈，就是说是否可以这个同时申请这个工伤的赔偿还有人体伤害的这样的一个赔偿，是不是可以同时进行？对，这个也是我们律师事务所呢我们两方面人体伤害律师专家跟工伤的律师专家常常为大家分享一个很重要一个点。那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发生一种事情呢，就是呢我去送披萨 ,OK, 我是帮某个披萨店去送披萨然后呢当然要开车啦送披萨去那个披萨店拿了披萨，我们都去把那个披萨送到客人的家里 ,OK,
那从那个披萨店送到那个客人的家里，那个完全是为那个披萨店工作了。所以如果我们发生车祸，那个完全是属于一个工作的烧伤啊。但是呢，大家要注意了，你发生车祸的原因是什么呢？啊，我自己撞到那个路旁啊，我不小心那个本来要停车的，我忘了我的加速，然后呢撞到人家啊，或者是不知道怎么样，我呢睡眠不好吧，昨天我就打瞌睡，然后不小心撞到前面。那这种呢都不属于人体伤害的部分，为什么呢？因为你是自己的错误，你自己不对。我们开车呢要非常非常小心的，假如你自己开车造成任何人的烧伤，或者是你自己不小心弄到你自己的烧伤呢，在哪里都不需要，没有人会负责负责任何责任啊。但是大家想一想，假如呢你在送那个披萨的途中你已经停下来了，你被后面的车撞到，OK， 你被后面的车撞到，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变成一个人体伤害的案件了。什么意思呢？哎，我好好的，明明是红灯，我自己停好的，百分之百停好，那后面那个人他没有停车撞到我，对，然后啊撞到我脖子痛腰痛什么的，影响到我的有人体上的人体上面的伤害，那这个不是我的责任。那当时上需要是保险公司啊，对不起，那是那个撞我那个人负责了，他那个保险。嗯，啊，这种状况这会有两个案子的。那第一个，我是在送货啊，我帮披萨店工作，我帮他送披萨啊，我发生意外，我当然是工伤了，对不对？肯定符合那个标准。第二个，我被人家撞啊，我有一个我们说的那个第三方的那个人，他因为我的受伤不是来自于我自己不小心的，是人家撞我的。所以在法律上呢，那个第三方的那个人呢也要负责，所以这个人呢就会成为我们所谓的被告了。我们呢可以进行两个案件啊。那两个案件有什么好处呢？那第一个，如果你申报工伤之后呢，工伤的法律呢会给你一个叫做临时烧伤福利。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假如我受了那个车祸了，我被撞了，我很严重啊，我脖子啊肩膀啊我的手啊都很痛啊，我不能工作，我要休息。那个时候我的工资谁付呢？啊，老板不用付的，完全是那个保险公司，工伤的保险公司付，一直付到你呢可以回到那个工作岗位为止。那这个呢是人体伤害没有的其中一个福利。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做工伤呢？就是让你去在治疗期间呢，你可以拿到你的临时受伤福利。我们在节目上常说的，我们叫做TDD 啦，临时受伤福利，就是你的薪水的三分之二，让你去拿到你的那个三分之二的工资，让你慢慢休养，慢慢去整理。那这个是第一个呢，是很重要了啊，这个是我们叫临时受伤福利。当你治疗完了，工伤那边治疗完了，你就可以拿到那个，如果你有永久性的伤害呢，你就可以拿到你的永久受伤福利。这个是第二方面。还有了，假如我因为中披萨发生这个意外，我很严重，我不能再做我的工作了，我甚至要做别的行业，我不能开车了，我可能只能做一些比较轻的工作。那保险公司呢也要给你那个叫做再培训券，让你去学习新的技能，学习新的办法去做培训，去做其他的工作，其他的工种。那这个呢也是工伤福利里面给你那个福利。那相对来说，如果你不操作那个工伤的话呢，你前面所有的福利都会失去的。那人体伤害就不一样了，人体伤害呢会有 pain and suffering。 什么意思呢？哦，我因为这个痛楚呢让我的家人有 suffering， 有 pain， 因为我有家人照顾我，那这个的理赔呢也可以加在那个人体伤害上面。所以呢，如果你两边都做的话呢，你可以拿到你两边都符合你应该拿到的福利。当然了，不见得是双重的利益，但是呢你可以拿到你应该拿到的不同方面的权利，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是，所以这个我想问一下啊 ，Marissa， 在你处理的这些客户当中哈，就是说因为这个上班时因为车祸的原因，这个受到就是说需要做工伤赔偿的或者是人体伤害的这种案件多吗？其实是蛮多的。那尤其是我们也知道了，常常呢很多时候呢
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很多客人，比如说他是做开车的，或者是他是送客人的，或者是他是送外卖的，他为某个餐厅工作等等，发生交通意外，但是那不是他自己的错，自己的过错，是被人家撞啊，或者是其他的理由啊，大家要了解，不光是被人家撞的，有的时候呢，可能是你轮胎爆破啊，或者你的车子有任何的问题，造成呢它有其他的原因呢，这个也有可能会属于第三方有那个责任的。那所以啦，对，如果你不了解你的状况，你不清楚你的问题呢，常常跟我们做咨询啊，这个是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才有了两边工作受伤的啊工伤的律师跟人体伤害的律师呢，为你做免费的分析，你才会很了解这个状况，所以是非常重要的。没错，就说这个了解其中的一些细节，并且知道这个细节对自己来说到底是有利还是这个没有利哈，这个还是要这个通过像 Maurice 他们的专业的团队来给大家做出一个判断。而且工伤本身呢，这个其实有很多的这个繁复的细节，而且像刚才 Maurice 也讲到了，就是包括这个时间上哈，这个你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内容上都会有很细的这样的一个判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自己没有办法做判断，我们就需要专业的团队来帮助我们。那么最后来问一下Maurice 啊，就是说这个有没有一些案例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让我们知道就是说在这些案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跟大家比较相同的情况，大家可以从其中了解到这个自己如果是去申请工伤赔偿可能会需要做的一些事情。好啊好啊，我想分享一个案子，那就是刚刚我们刚刚节目开始的那个很有名的，我们叫做 Coming and Going Rule， 就是说上班途中下班途中不属于工伤这种的法律。我们有一个案子呢，就是说呢，有一位研究员呢，他在礼拜天要上班，为什么呢？他要准备所有的资料，准备所有的资料，所有的测试，准备礼拜一呢要做一个 presentation 给他的老板，所以呢没办法，他只能在礼拜天呢就跑去医院去做一些研究啊，做一些测试的。很不幸，他在下班呢，就是离开那个医院的时候呢，拿着他的一些文件啊，一些分析的东西呢，都被车撞到了啊。保险公司呢说不承认，哦，你礼拜天本来就不用上班的，你自己跑去干嘛呢？对不对？你这个不是属于工作，而且呢，你在回家的路上，你拿了一些文件在回家的路上被车撞，也不属于工作的范围，因为呢，没有人让你去这样子的。那但是呢，我们的律师团队呢，做出了很强的一个分析，我们就说了，他为什么要礼拜天要回去做那些准备的工作呢？因为他礼拜一要做一个很重要的 presentation 啊，非常重要的。因为他礼拜天不回去做的话，他礼拜一一定来不及的，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医学的会议，所以他那天礼拜天呢花了6个小时在公司在医院工作，然后工作完呢5点多的时候呢。回到家的路上呢，在路上走路，下了车走路呢，被车撞到，所以这个完全是因为他是为了工作才会受到这个受伤的。我们经过2-3次的诉讼之后呢，法官呢都是判我们是赢的，说他是那个属于工作的受伤，也因为这个原因呢，保险公司上诉到那个高等法院，但是呢，高等法院的法官也判我们是赢的，他是属于这个工作的范围，受伤的范围之内，也觉得呢，他应该拿到的理赔，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我们会可以呢利用一个中立的医生呢做一个鉴定，然后呢，我们现在在那个最后的那个理赔的阶段了，所以呢。经过呢整整的2年多的诉讼呢，我们的客人呢也会拿到呢那个法官的一个肯定，所以我们呢觉得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如果你有类似的有关的上班的途中下班途中发生意外，你觉得你是得到不公平的对待呢，请你跟我们做一个免费的分析，是完全免费的。是的，所以就我觉得通过这个案例大家可以跟这个比较清楚的了解到，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哈，可以自己做出一个简单的判断，然后再请 Maurice 的团队来给大家做一个这样的一些分析。我觉得
很多的时候哈，就是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有很多朋友他在美国，他会觉得我这件事情不属于工伤，或者是说我这件事情可能这个工伤不会这个判我的理赔，这个都不一定。这个我跟 Maurice 做节目之后，我都发现哈，其实有很多都是属于工伤的这个范畴，而且很多人都是可以获得赔偿的。这个部分哈，这个大家千万不要这个自己觉得，一定要找我们的专业的团队来问哈，可以。待会大家可以扫描这个华明生律师事务所他们的二维码，然后也可以打电话给他们626-282-6868来转工商部门来咨询。那么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来问一下 Maurice 啊，就是说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在工商赔偿的部分是被拒绝的，你有遇到过这种案子吗？那非常多非常多，有的时候呢明明呢我们的客人呢在比如说3月1号跌倒，他也告诉了雇主跟保险公司，但是呢我们申报上去之后呢他还是拒绝的，他说哦没有啊，他没有真的发生受伤啊，他也没有告诉雇主啊，他也没有治疗啊，等等等等，很多诸多的拒绝的理由都是不合理的。所以呢如果你很无辜的被拒绝，或者是甚至于你被介绍了一个案子，但是你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没有拿到你应该拿到的福利，你觉得你的治疗也觉得不知所如，也觉得没什么的不好，没不公平的那个治疗也没什么好的治疗的话，常常都需要跟我们做一个咨询啊，电话的咨询也可以，我们在圣迭戈或者是罗兰港面对面的咨询都可以，我们是非常欢迎的。电话是626-282-6868，我们的律师已经为大家服务了35年了，我们的律师团队非常强大，整个加州呢都可以为你服务的，从 San Francisco Sacramento 一直到我们 San Diego 都可以的。是，所以 Maurice 我来问一下您啊，就说拒绝的案子，有一些人他会觉得我在第一次这个申报的时候可能被拒绝了，然后呢他就觉得他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所以您觉得就说已经被拒绝的案子有没有可能重新获得赔偿？有可能，非常有可能。那为什么呢？那个拒绝呢只是单方面保险公司的拒绝， OK， 保险公司不代表一切，保险公司只是一个保险公司如果我们觉得不公平的，我们有足够的医生的报告，我们有足够的理据，我们还是会跟要求那个工商法院由那个法官来做一个判决。如果法官觉得根据那个医生的报告，不管是我们医生的报告也好，中医生的报告也好，他们觉得把法官觉得是合理的话呢，我们很多时候呢可以把那个拒绝的案子变成一个承认的案子。所以不要以为说被拒绝就是绝望，不是的。当保险公司单方面的拒绝不代表任何事情。我们最重要是说，我们要根据我们拥有的那些医生的报告、医生的诊断，我们一会据理力争让客人呢拿到最好的权利跟理赔，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没错，这个还是那句话哈，专业的事情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做。这个我一直在节目中强调，就是说来到美国的我们可能很多的事情并不是那么的了解，特别是在法律方面，我们知道美国有太多的法律哈，这个所以工伤的这一部分呢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细节，像刚才 Maurice 跟大家分享的各种特殊的情况都有可能是为你获得理赔的途径，那么在这个时候您就需要找专业的团队来为你做出一些咨询和策划。那么还是这个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哈，还是直接来联系华明生律师事务所他们的工商团队626-282-6868。那么今天也感谢 Maurice 来给我们分享这样的一个话题，感谢 Maurice， 辛苦你。谢谢大家。是的，也谢谢我们所有在线的网友哈，就有任何的问题拿起电话来，不要害怕，来咨询我们的专家才能获得你真正的权益，维护你真正的权益。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工商法律月报，我们下个月见。